我是观光列车长的2014年2月26号，瑞芳站，瑞芳站9:28，准备车是41314，用烟线杆树林的区间车，41314，用烟线杆树林的区间车，啊，就到瑞芳站行了。用外行圈了，0509全车11314，用沿线看到树林的全车站，不要乱停车，谢谢大家。刚开始就那么，开启车门。各自再见。